喜你今天五十四次表现，打击率来到了四成四四，也正式的荣登了中华职棒二十三年的打击王。有什么样的感想？来跟全朋友分享一下。现在才上半季快结束，还有下半季，我也以我现在的实力，然后拼下打击王，然后表现给你们看，谢谢。到了超级杯选手生涯五百场出赛的一个历史，有没有什么话要来对这一位目前中华职棒出赛场数最多的投手来说？首先也是要恭喜他，然后他我问他说，你刚刚是流了很寒的泪，他说没有，我在擦汗。我说你不要假，是那么老了还在假。好，还是恭喜他。OK。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，高建山说他要投到40岁以后，那你想在中华职棒打到